哎，我很忙啊，我要演对手戏呢。好嘞，好嘞，好嘞。把时间忙在美好的事物上，真心话新冒险，冒险岛二年度版本重磅上线。哎，老妈，我现在在拍片啊，一会儿聊啊。看这里。把时间忙在美好的事物上，真心话新冒险，冒险岛二年度版本重磅上线。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就很忙，我要赶飞机啊。啊，把时间忙在美好的事物上，真心话新冒险，冒险岛二年度版本重磅上线。大家好，我是咩咩岛岛主张毅，嘻嘻嘻嘻嘻。在飞机上度过的时间比较多，一般在飞机飞到平飞阶段的时候，就是那个安全带的指示灯熄灭的时候，然后就会拿出电脑来开始做音乐作曲。最近当然了，现在整个作息时间整个人作息时间都特别的正常，精气神也特别好。我一般就是用游戏来宣泄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来释放一些压力。最近我在忙着玩一款游戏，一款非常经典的游戏叫冒险岛二。因为整个冒险岛游戏里面不是还有很多，就是除了就本身自身有的游戏，还有一些别的那种娱乐的游戏嘛，所以会去关注去看一看。全服第一岛主吧。对啊，我每次在别人身边跳，别人也不理我。昨天我其实就有在粉丝面前，就是我写了一个我名字的粉丝面前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好像他没理我的，估计睡了吧，他在挂机吧。首先感谢他们吧，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感受，我也觉得啊，谢谢，感恩的心。然后扎昆 boss 我知道马上就要开启了哈，对大家很期待。我其实最喜欢各种各样的宠物吧，其实龙啊什么的就比较帅，就是其实这种 Q 版又有一丝帅气跟炫酷的这种宠物还蛮拉风的，特别是你想我们人物就这么大的情况下面，我们宠物这么大，你带着它走多拉风啊，对吧？我想要坐骑，因为我是坐骑控啊，所以这个冒险岛给了我一个比较浮夸的特殊福利，就是说别人没有的一个坐骑来送给我，哎，我还蛮高兴的。包括现在的冒险岛二，其实可以看出每一个开发游戏的幕后的工作人员对于这款游戏的精心投入啊，这真的是一款非常很棒的游戏，它也承载了很多我们青春的回忆，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爱这款游戏。